图片来源于网络，随着出国的流行，很多中国人选择到国外去打拼挣钱，其中就有不少人前往非洲工作。图，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图，中国女孩前往非洲打拼，开了一家美容店，专门为非洲女性顾客服务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